有一个东西啊，我一定要推荐给大家，每个床头柜上面都要来一罐。不是秘鲁哦，是这罐。果然有效，焕肤修护手足霜，尤其像喜欢穿拖鞋、穿凉鞋的朋友们，一定要有这一罐。因为啊，像我啊是一个坐不住的人，我非常喜欢追赶、跑跳、碰，然后运动什么的，所以其实呢，我的脚底很容易长可能厚厚的茧或是死皮，每天晚上我都要躺在床上这样撕我的死皮，其实不太好看啦。再加上啊，你知道，可以想象，假设现在是一个亲密关系，你在那边搂搂抱抱，在床上那样呜呜的时候，然后对方这样 ，baby， 你刚什么东西刺到我，好痛哦，哇，尴尬，是不是？所以呢，这个真的救了我我用了大概两天左右，超快哦，我的脚就是我插在我的脚上面，我的皮肤变得好嫩哦，是软软，而且我找不到死皮可以撕了耶。再加上，因为我是放在挤在手上，然后再插在脚上的，所以其实相对的，我的手呢也得到了非常好的滋润，整个变得白泡泡又咪咪，你懂吗？这东西真的超好用，推荐给大家。